朋友们好，我是 Daniel 曾，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印花立丁橡胶面料。印花立丁橡胶面料的话也叫迷彩立丁橡胶面料。像这种面料的话，其实它就是布料，然后呢在经过升华转印的时候呢，做成各种各样不同花色不同色彩的这个立丁橡胶面料。那么像这种面料的话，我们一般选择的话就是用涤纶布，因为涤纶的话它相对耐高温会更好一点，所以呢它更容易印花。在贴合上我们的立丁橡胶海绵的时候呢，做成了这个面料。像这种面料的话，一般我们常见的呢就是我们的掠衣服，包括冲浪服的话我们也会用到但一般像这种面料的话，像印花面料的话，它会起到一个伪装的一个作用啊。当然本身的话它装饰效果会非常非常的不错像我们也可以做成手套，像我们有很多像那种儿童玩具的话护具，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印花立丁橡胶面料好了，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内容。如果大家有更多方面需求有更多方面需要了解的话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立百家潜水料，上面呢也可以联系到我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